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掀开经本121面，121面最后一行，121面最后一行，六相离得一分，清净心便显现一分。最初离得一分时，名初住菩萨，亦名净定住。人生看这句。这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全是以本经的标准来讲。相就是指这个事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讲会当离一分，这分是讲微细的一分，毋是讲粗显的。执着，如果那是讲粗显的执着，阿罗汉已经离了，阿罗汉破五执了，断见思烦恼，伊也有法执，法执未破啊。也来问讲，啥人执着法？我执无了，啥人执着法？当然也是有我。如果无我来讲，啥物人去执着法呢？这就是讲这个界外迷失的无明。阿难在楞严会上所讲的微细执着，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41品无明，咱无讲初住菩萨，咱讲顶觉菩萨，有五执无？无了，五执无了，绝对无。伊要有最后一品心性无明，才通执着，也是有一个我啊，无我才通执着，无我就无人执着咯。如此知影，业迷失执着咧，是爱破最后一品心性无明，真正无我执咯。思想好真咯，清清气气，确实是无咯。真如自性圆满的显露，
叫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诸位伫即地绝对毋通误会，认为讲是咱一般讲的这个五集法集，这内底有初世展处，无共款啊！这是美色的执着，也破一分呢。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就透出一分。咱讲这个明心见性，最初离的一分时，这是初诸菩萨，这是圆教，主要的记得圆教。如果是别教呢？最初离的一分时是初地菩萨。别教初地，圆教初住。咱这部经是属于圆教的大乘，不是属于别教。拢总用圆教的教义来说，也叫做正定珠。鉴别不是邪定珠，不是不定珠，而是正定珠。观火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正定是珠的意思，伊的心安住在正定之中。珠是类，是属于这类的，这类呢？是圆教法身大师之类，伊已经立法身大师之类了，或者咱讲立法身大师之流，言其人伊立圣果之类，永不退转无上菩提。故名正定珠，这也就是咱常讲的正三不退。这个时阵正三不退了。如果以圆教菩萨的位置来讲呢，初信位的菩萨正位不退。圆教初信，定有修行的殊途梵谷，但是这是圆教，不是别教。到其信为以上，这境界行不退。如果证到初诸位了，那就证到念不退。所以讲，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做证三不退。念不退就是这款的果位，一念念一定是出向如来的故地。佛经里面的俗语叫娑婆六海，娑婆六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伊袂搁再退转去，袂搁再退转去。这是正三不退啊！咱净宗内面常讲的圆净三不退，伊个圆是不得了咯，圆是圆满啊。伊即地虽然净三不退啊，不圆啊，
啊，咱来问讲，即种菩萨修行，伊是毋是退转？退转，伊也会退转啊。但是退转的极限啊，最低的未退到初住以下。初住啊，是伊的底限啊。伊退时阵会退到即个所在，未退到初住以下。咱伫大经内面读到，七地菩萨也过体，到八地菩萨就真正未体咯。八地未体，八地叫做不动地啊。转阿拉耶识成大圆境地，八地才转啊。所以八地未体啊。咱如果讲，完整三不退，最低标准应该是八地菩萨，算是会使讲到完整三不退了，未搁再退转了。呀，这个就叫做正定珠，基础地位。方清信成就，佮见呢，这个信啊，千千差别真大。这个信成就的人，那是严格来讲呢，初住菩萨才信成就，是在讲《金刚经》就是这个标准，《金刚经》的标准是理事上。理事上就是完初住的菩萨，这是信成就，又是历尽四十一位，以往后有四十一个，该记啊，就是爱破四十一品无明，断最后一分无明清净心。圆满现前，是名妙伽，也称为佛。到第四十一个位处，这个四十就是十住，十个位处，十行、十回向、十地，总共四十个位处。另外一个位置是顶格，顶格菩萨，顶格菩萨不最后一品形象无明，也就成佛了，佛叫做妙格，啊，佛叫做妙格，可见由初心至果格，果格是妙格位。公行唯一理想利益，这就是放下，再放下，也搁爱放下，一直到顶格菩萨也叫你放下，一直到完全无得放了，无得放就成佛了。啊，由此知影，修学总纲领、总原则。无过是放下利益啊！你若是唔肯放下，免来成就。咱念佛、待业、往生，也爱放下。无放下，西方极乐世界袂当去啊！什么时阵放下？哎呀，等我寿命到底的时阵，才来放下。在理论上讲，那是无错啊，是会使安尼做。可是，在事实上讲呢，问题是足多啊。什么问题呢？业障啊！
你爱有把握，在临命终时无业障，你才会当如愿啊。如果在临命终的时阵业障现前，也你这一生空过了，也就可惜了。所以下昏的人，不是讲我意思，下昏就是学讲我啊，未过未歇咯。咱皈依三宝，第一个就是皈依戒，戒律不昧，戒就是昏啦。什么叫做戒呢？放下就觉了，你看看这个金刚经里跟我们说的啊，什么是迷？无放下就迷了，啊，由此知影，加个迷，定义在这地啊，你给放下一分，你就给降我一分。那也将财放下，就袂好财迷咯。那将色放下，就袂好色迷咯。将名放下咧，就袂好名迷咯。这个世间啊，迷人的物件太多咯，无量无边，一项一项，一件一件，拢总爱放下。世间法都拢放下咯，也有真侪人何苦迷咯？这还有害无害？阮嘛是爱放下，我无放下嘛不得了，所以一定爱知影哦。一切拢放下咯，也就丢咯。世尊伫这个经上讲甲真好。法相应下何方非法？迄、那个法是佛法啦，佛法嘛是爱放下，唔通好佛法灭咯。就是一个看法放下利益，就是处境，必将所说移除。贴地灵慧，然后乃令烈士练心，又应有行住坐卧时，穿衫食饭时，迎宾送客时，日常工作时，时时处处，常将所领会的义处。尊用心中，悠悠含用，不令间断。这段第五段真重要，完全是讲用功的方法，真正修行的功夫就伫这地。世尊一再要求咱，爱伫即个经典修持读诵为人演说，袂当修持全经，修持即个经上四句偈就好啊。所以四句偈是本经。任何四句经文，并无特别的指定，都四句。任何四句啊，可是这个经义啊，四句或者是一句拢好，你爱贴地领会才会用的。如果这四字做袂到，你修行
就无办法用功。毋免讲功夫不得力，根本就是无法度用功啊。换一句话讲，也无法度修行。所以一定爱会当彻底领会，彻底领会啊，难啊，非常的困难啊。较早的人，比咱现代的人有耐心。有毅力，伊的心真情清净顺意，因此修行的感应容易啊。现在人心散乱，妄想杂念，比古人唔知影是加千倍啊、万倍，袂当比啊。古人啊，多半彻底领会是得力有途上。因会当长时间不夹杂、不间断的去读，一天读经会当读几小时？伫一般讲的是，如果每天一心一意读，无梦想、无杂念。每天可以不止四小时，本来的人三五年就会开悟了，就可以彻底领会。根性钝的人十年二十年也会开悟。咱在过去啊，佛教书里面看到的啊，在这个古代的娱乐里面看到的，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修行，因真诚啊，当然外面的环境关系也真大，较早地球也是这么大，但是人口少啊，地大人稀啊。咱中国在民国初年的时阵，清朝末年的时阵，中国的人口四万万，四亿啊。现在十二亿，加两倍啊！所以人少地大，生活无现在人这么紧张啊！现在人若无拼命，就无饭通吃咯。较早人唔免拼命，都拢有饭通吃，迄无共款啊。环境甲咱的身心嘛，拢有影响。有一挂人咧讲，现代人的福报比较早人大。我听了是不以为然啊。较早的人暗时煮火，亦计是点一火把蜡烛，无现在电灯遐方便，遮尔啊光。
咱得到这点啊方便，主要怎样？付出了偌济的代价？爹不相信啦。这所付出的代价，无办法估计啊。伊这影响力是真深真远咯。现在科学家警告咱，地球的环境啊被破坏了，生态平衡被破坏了。什么物件破坏的？就是物质文明不断地的进展，将地球的生态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后，会给人类带来真大的灾难浩劫。这敢是好事呢？这敢会比较早的人看较有福报呢？咱读古人文章，古人的诗词，较早的人，无论是上层阶级的人，或者是平民、农夫、小贩，是文人。笔下所描写的，伊的生活，拢在诗情画意之中。确实的，有真鲜美味啊！现在无咯，较早的人，皆是天然的生活。现在人过是什么生活呢？妖魔鬼怪的生活，这是真的，不是假啊！不是人的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哪会当跟人天相比呢？所以这个注意那是真冷静详细去观察，你才会当真正体会到阴人啊不如古人啊，无论伫倒一方面拢比袂着。所以古人领会经验比较容易，现在讲领会难啊，特地领会当然就更加困难。可是你那无相当程度的领会，我拄则讲无办法修行。修行伫倒位呢？下面即句“历事练心”，历是经历、经过。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琐碎之事，你逐工做这个代志，就在工作内面啦，提起关照的功夫，把这波罗蜜伫倒位呢？金刚把这波罗蜜伫倒位呢？在行住坐卧内面，行一件路。唔是行嘛，就坐伫即地啊！现在大家拢坐伫讲堂内底，坐伫食啊，或者是倒落咧困的时阵，穿衫食饭的时阵，会向食饭的人，每一嘴饭啊，拢是拔一波蜜。你会晓袂？
你若无贴地的领花，你哪会当每一喙饭拢是金光不折的？每一杯茶啊，拢是金光不折的？乃至迎宾送客，你厝内有人客来咯，你欢迎伊。伊行的时阵，你甲送的，拢是啊，不折不落蜜啦。日常的工作，无论你从事倒一个行业，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时时处处、点点滴滴啊，无一法啊，毋是啊。咁真正是安尼哦，真嘞！你看本经一个开端。这个模拟好，敢毋是着伊直播到社会大声去说呢？伊所表现的就是金光不济。咱凡夫啊，粗心大意啊，无看出来啊，互娑婆提尊者看出来咯。所以娑婆提尊者赞叹：喜有世尊。太稀有了，无想到至高无上的金刚不坠，原来就在行住坐卧、穿衫食饭内面啊。这个问题，值得咱去思考。穿衫食饭内面，倒一点是金刚不坠波罗蜜啦。你哪会当将这部经佛家里的最重要的功能抓到？这个意思，你就会当体会到一挂。佛教咱应无所住，理性之心。无住是放下，将一切妄想放下，将一切分别执着拢总放下。这就是金刚不坠，只有行住坐卧、穿衫食饭、日常工作，那是理性之心；应无所住，理性之心；无住生心，生心无住啊！那不是金刚不坠是什么呢？金刚八字用在倒位咧，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会晓用咯，那就恭喜你咯，你毋是凡夫，你起码嘛是愿初住菩萨咯。你真正会晓用咯，你未晓用，未晓用就是凡夫啊。这个讲法，大家听到了也是怀疑，也是想不清楚啊。咱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讲，穿衫食饭，这是每一个人逐工拢爱做的代志啊，袂当一工无做的啊。衫爱穿甲真清气。爱穿甲整齐，菜饭爱清洁，
寒区爱洗甲清清气气，摆甲整整齐齐，这叫做诚心嘛。并毋是讲叫你拢总拢放下，就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哎，袂用你啊！毋是叫你生这心嘛，是叫你生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啊，一切众生的典型啊，一切众生一个好模样的心。可见呢，这个心就是如来的大慈悲心。我一切拢放下，为什么所做的代志，还阁达项要这么啊整整齐齐，做予众生看呀？这都是教化众生，教导众生应该安怎过日子，应该是安怎去工作，应该怎样去处世待人。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哪会当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人看的是安尼生，看袂到也是安尼呀。唔是讲有人伫个做好人看，无人伫个会使马虎一点袂用你啊。迄唔是不济波罗蜜啦。我这波罗蜜是表里一体，内外一如。诸位啊，对这所在去体会，对这所在去学习，去修持，所以将所领会的义处，你所体会这道理，这是。法味啊，厝那是归厝，这个归厝是清净啊，爱常常的放伫心内，放伫心内，尊用心中悠悠含用啊，这是伫初学。绝对袂用你简单，一个简单啦，烦恼就生咯，无量劫的习气阁现形咯，有起作用，所以不可以简单，一点相当的困难，那毋是啊，勇猛精进，成就。真慢啊，常常的退转，进较少，退较多，所以成佛爱无量劫，果然勇猛精进，修行的时间就缩短了，无需要遐尼长的时间。有种经济有初心用成一片这句好啊真正修行的人可以做到这句呢以这一生绝对成就特别是无量寿经，难修净土，念佛求生西方世界，必须将无量寿经甲家己的心行、甲家己的心、甲家己的生活，行就是生活，融成一片。
古莲永生一片咯。咱现在虽然无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也伫即地已经过西方世界生活咯。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已经跟西方世界诸上仙人气氛相结了，结合相融相结合了，由此知影经不用你无读啊，经不用你无学，爱学透了才有路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这个经义拢会现前，学透了这知影都一款代志，咱应该做都一款代志，无应该做。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拢会甲经典的教训相应。我知影有真侪同修无量寿经已经念过啊两万外遍咯，所以呢，伊迄个境界无共款啦，真正转变起来了。由此知影，无认真、无努力，袂用力啊！你的境界哪会当甲阿弥陀佛相融相结呢？一定爱识透咯，识透啊，就是头前讲的贴地灵慧，无识透是袂用力啊。这件代志，咱大家人可以做会到，就是惊你唔肯做，开头难啊，凡事拢是开头难。一定要将这个困难克服。无量寿经开头念，大概念一遍啊，总是爱两点钟。如果每天念一遍、两遍啊，三个月以后念一遍只要点半钟，半年以后念一遍只要一点钟，半年以后就会当一点钟歇咯。念上一年以后呢，大概这个经念一遍，真侪同修甲我讲，40分钟就有够了。佫较息呢？半点钟一步，现在台湾在美国有真多同修，一天拢是念十步，因的速度是半点钟一步，袂耽误工作。因早起的早课就是读无量寿经念佛。啊，念这个十部经啊，真轻松啊！早课念四部两点钟，暗课两点钟，中昼一点钟。伫中昼，伫这个食过中昼饭啊，伫工作进前这段时间啊，伊念两部，是讲十部，无妨碍工作。嘛是上下班，
大家精神饱满啦，容光焕发啦，体质相貌拢变咯。一个证明，相随心转啊，一点无错。伊逐工念佛，逐工想佛，不知不觉，伊个相貌就变成佛相，那就变咯。是这款的，必然是分析，必然是观照，这就是真用功、真修行啊！不必定要打坐观照呀，用免这款的、这款的款式啦、啊。爱结个一个念佛的模样啊，打坐的模样啊，结一个用功的模样，唔免啦。你平常根本无看到伊伫咧用什么功啊？人伊真用功啊！完全摆脱了这个形式，真正用功，真正的修养。如此用功，令使无明渐渐渐薄。无明是无痴啊，无明无痴，逐工照咯。当然，智慧就逐工的增长，增长菩提，菩提是智慧啊。增长清净心，增长智慧，天智不我啊，就是执着，见是该离开，远离一切执着，不。我临众生受者，破四相啊。虽然无一定会破啊，但是已经伫咧做破的功夫咯，已经真正咧做咯，就是最亲切友好的修行方法，何不费力费思？你能得大修养，所以啊，真正用功的人，你看袂到啊。因早起真早就起来，大概是三四点就起来了。伫食早顿进前。也课上全部拢做完，食饭了后啊，同款去工作，同款上班，你完全看袂出来啦。你所看会出来啊，是伊工作轻松愉快，一天到暗欢欢喜喜，这是你看会出来啊。真正用功的所在，你看袂出来啊。凡是真正用功的人，爱将这的恶言下离呀。什么是恶言呢？电视是恶言呐、啊，广播是恶言呐、啊。报纸杂志拢是恶言呐、啊，哎，拢总放下，心就清净了。每天天下太平，无代志了。
所以你看现在这众生心不平，一感觉暗提心吊胆，规个世界伫咧动乱啊，修行人天下太平，无乱无代志啊，有什么代志咧？什么代志都拢无啊！也天下太平，你也天下大乱啊，无共款啊，你唔通认为讲伫这个动乱时代当中，也有未少的人过太平日子。迄拢是啊，真正修行的人啊。搁看下面这段，应家文，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想用恰恰无。云家大师这四句句，就是《金刚经》上无住生心。第一句生心，用心是生心吗？就是头前讲的，行住坐卧、穿衫食饭、迎宾接客，以及工作、理想工作，这是生心。有呀，叫呀。叫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啊都无做错啊，一点无乱啊。第二句呢，无所住，空呀、捏呀，也是指呀，无一个妄念，含你观止。便是心无所住心，也即是空有相接，假叫东西。第三句就是无住离生心，第四句就是生心离无住。用三四句合起来看，是俩叫空有无住生心，故不可说。所以言语多断，心行处灭。为什么呢？因为伊俩叫空有无住生心，拢总用做一个啊，是伊，唔是你啊。生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生心。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怎有讲法呢？你若讲，只会当讲了一边，另外一边啊闹交去了。怎有讲也讲未完全，一切拢卖讲咯，一切拢无想咯，伊的意思完完满满，一点啊都无欠缺啦。所以啊，有恰恰是心无所住心，这心无所住心的意思就真讲咯。所有一切空有也叫无住生心，拢包括在内面啊，拢不住咯，无分别，无执着。这首偈非常的好啊，这是天我的境界，应家君来啊，伊伫六祖麾下是真正著名的一个学生啊，称之为一小角，以及参访六祖，伫六祖麾下开悟咯。这一个开悟时阵，伊就要走咯。六祖大师讲：“你何必走遐紧呢？大只嘛，才走嘛。”所以伫早起待一暗，第二天走咯。
叫艺术家啊，有正道歌，有禅宗集，即两本书啊，虽然分量无多，伫中国嘅禅宗内面是真重要嘅典籍。当地先无住心，即是先清净心。先清净心，即是先实相也。经常甲人讲的，信心清净，即先实相。实相就是实相本质，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毋是对外面来，是自性内面本来具足的。对外面去求智慧，那就错了。心外求法，就是咱佛门讲的外道。这个外道，这个名词。大家要家己想清楚，外道绝对毋是指佛门以外其他宗教叫外道，你就错了。佛毋是这意思，好，别个宗教听起来也袂爽快，恁佛教徒拜贴阮啦，呀，迄个就毋是佛教徒，佛法是包容的，无拜贴的呀。佛家讲的外道是心外求法，叫做外道啊。佛法对倒位求呢？对自性内面求，是对内求啊。所以佛教的经典称之为内学，道理伫即块啊。一切爱对心性当中去求，才会得到大圆满，袂用你向外求。学佛的人有经教，如果一味伫经典内面求，迄就害咯，迄就变做外道咯。经主是心外，无在心内，是心外，迄就变成外道咯。经主袂能爱啊！古人有一个比喻啊，经主是紫罗牌啊，咱要对倒位去，迄是紫罗牌啊。你毋通将紫罗牌就当做迄个所在，迄就错咯。你爱顺着伊个方向行过去，就对咯，袂用你执着伊啊。伊即个内面，即本主个内面啊，无金刚不坠啊。金刚不坠伫倒位呢？伫即本主内面，迄就错咯。即本主内面哪有金刚不坠啊？金刚不坠伫你个心内啊，伫你个自性内面啊。啊！你真正你就会晓求咯，你也真正会得着咯。古人讲过啊，有八字，这是地念、地慧、地念。这念阿弥陀佛是净念，净土是净念，净念啊，目的是清净心；地念啊，目的是生无住心。所以讲，净念。比地念更加亲切，咱看即句咧，意思就真明显咯。清净心就是无住心，心有住，哪里会有清净咧？一
切拢不住了，也过住了阿弥陀佛，有算清净无？算清净啊！阿弥陀佛也是一个相啊，哪会清净呢？因为自阿弥陀佛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佛弟讲：“但得见弥陀，何求不开悟？见到阿弥陀佛，就真正清净了。”这个法门比其他的法门就殊胜了。其他的法门如果讲是无自心未当现前，就无路用了。啊，这就是讲你未当出三界，你才知影这个困难呢。那念阿弥陀佛，心若是讲无清净，会当用一句佛号，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个地条的，这是石头地草，无断根呐。也是有妄想有执着啊，就凭啊这个这句佛号功夫得力，会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个佛住咧。诶，就会往生啊！这个办法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会到的啊。是无自心，迄毋是每一个人会当做会到的啊。这就比较出念佛法门比一切法门来去较容易啊，来去较稳当，而且来去较快速。咱看尾后这段总结，总之是无所住心，是离一切相之真转。离相一定是无住，无住就真正离相。心有所住，无离相。所谓远离是啊，还是圆满，不是我离了一边，也接着另外一边啊。一丝毫动未当接着，爱离个清清气气，还是圆满的意思。远离者，一空告对。也就是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华严经上讲的事无碍法界，事无碍法界是什么人证得？证明讲的了，梵高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所证的啊，事无碍法界。虽然证的是同款的啊，而实际内面有千千层次无同款，伊内面也是有四十二个层次无同款，就亲像咱大家离来这间大楼，这栋大楼是四五个境界，你来咯。来了以后，这老古五层，关节无同款啦，就仿佛是这个款式啦。过看下面这段，凡显对凡面来讲，六心有住，即为慧住。这是我倒转来讲，心无住就丢了，有住就错了。无论做什么，只要做就错了。换一句话讲呢，只要心无做，你绝对不是凡初诸菩萨。
啊，愿初主在咱净土中念佛功夫来讲呢，是你心不乱，心无主，你绝对无净的你心。功夫成片有主啊，属于心也有主，你一心无主咯。请看注解，本来无一物，这句话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主界有物理，主得有咯，有主就有业业苦，业是无明啊，业是造业啊，苦是果报啊，就是迷惑造业就果报。业中的业业就变作六道，金迷的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就是四性法界，这是法界。如果心里面无主啊，就超越是法界。诸位必须要知影，梵高初诸菩萨自已经法界，毋是自是法界，因自已经法界，是法界内面的佛，天台家讲的总教佛是。只是法界的佛，无入一真法界，通教的佛，也是十法界的佛，别教的佛超越了，别教的佛伫一真法界，因为别教是原教离行为的菩萨。原教的十主就是别教的十地，初行为是伊的顶格，而行就是妙格。所以就有业业苦，主即三界六道即根源。这句话，咱真正爱家记着，时时刻刻唔通袂记哩。心内有主，就绝对袂当出六道轮回。主是啥物呢？咱现在所讲的。你心里面有牵挂，牵挂就是主啊。你牵挂你的亲人也好，牵挂你的财富也好，这只要你有牵挂，你就能创六道轮回啊。我甲咱讲，财色名食睡是第个五条根啊。这五项物件偏偏是大家拢真正介意啊，财色名食睡啊，拢真正介意啊，爱个不得了啊，将来就落地个去咯，这是第个五条根啊。你对于这五项的物件，心肝内也阁有贪恋，也常常在想伊。你想什么？想对地狱啊？真正一点无假。
你为什么坠地角呢？就是这五项物件给你摇落去啊，有一条就落地角啊，五条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可惜啊，世间人唔知啊，这个事实真相，咱无学分嘛是懵懂懂啊。学了会以后，才明白这件代志，未过再去做咯。可是无咧做啊，伊念头也阁常常会起来，为什么起这念头呢？就是这个啊，做地狱这个代志，用来都拢做这个啊，做甲真熟咯。伊习气真深嘛，断都袂当断啦。不知不觉伊就现前咯。好，甲咱讲这个道理太清楚咯，常常甲伊袂记哩咯。所以我得教咱呢，修行爱想功夫得力。爱将生处换做熟处啊，熟个啊改变做青啊，咱个烦恼失去熟啊，改远离青所以，远离青所以，好好啊，精益尽青所，努力去甲读，逐工去甲念，改念好熟，将这个青所改颠倒并一个，就成功咯。这比如啊，讲法啊，也非常的巧妙啊，一定爱知影。但心肝内有忧虑、有牵挂，这心就叫做轮回心。咱做的代志就叫做轮回业，用轮回心来做这个轮回业，你还阁想要出轮回？无希望啊！故一切皆不应诸啊！诸以薄经千言万语，一言一百之万无诸理啊！这薄经讲经，对头到尾在讲什么呢？无诸这两字就讲完了。不但金刚经，金刚经是六百卷大不济的纲要。释迦牟尼佛22年啊，说不济，不济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无著这两字，这两字苦口婆心讲了22年。过去大家拢佩服，拢赞叹地下大师了不起啊！妙法莲花经经题讲了90天，就是经题啊！妙法莲花经五字讲了90天，大家无想到啊！释迦牟尼佛22年讲两字无著。也讲个时间有长无？无长啊！讲了22年啊，咱听的人也有资啊，也袂当做到无资啊。这知影失去难断啊，所以啊，如果无这个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注意家己想看卖，你修什么法门，你会当得到呢？无量法门、84000法门，拢爱做到无著才会当得度。我学佛咧，早年对《大乘经论》非常的向往、羡慕啊！这大经大论拢想要学啊！
啊，后来明白咯，就爱无助咧，想化做袂到啊。这只活倒转来，专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主啊，也会当往生啊。其他的法门啊，心若有主，绝对袂当出轮回，袂当出六道。这是咱袂用你讲，毋知影。你知影即个事实，知影即个道理。你才会一切放下，老实念佛，因为除了这门以外无救咯，这才会乖乖念佛，不应自邪成心，不应自性相弥彻化成心，是故深意。因顶世众生之环境不离初六，注定生心乃无始来之即时。你若了生脱死，必须八尘合格，定要做到一切不住。所谓不住，乃不着之位，非为不行之法。啊，即、这个不应自六尘生心，即句经文意思，武汉的深广，非常深广，因为尘世众生的环境，这尘世是指六道众生，那是咱即个世间。包括有盖天、色盖天、无色盖天，啊，包括28层天，28层天的天灵，嘛是自定性心，欲盖色盖，自定性心，咱会当了解啊。迄个无色界天，伊住什么顶呐、啊？咱读楞严就明白了。佛在楞严会上讲，二乘人、阿罗汉甲辟支佛所证得的遍尽涅槃。佛说因的境界，有为法定分别因素，连阿罗汉辟支佛也搁住在伫法定内面，迄个法定叫做灭法定啊，法定有生灭，伊毋是住在生法定，是住在灭法定内面。也是错咯，声闻缘觉都拢错咯，四空天灵就可想而知咯。所以佛上讲啊，如果修行修定，修到四空天，佛讲你做难咯。咱佛法内面讲，百难啊。巴兰内面有一个中寿天，就是四空天。四空天做甚物难呢？因为对到迄内面去呢，就定有对在一个黑洞内面。这个心念啊，完全静止。完全对在无明内面，无机缘闻到佛法，迄个所在无佛菩萨去度众生，
为什么佛菩萨去下去啊？迄个人拢无要插伊啊，未去接近伊啊，也无愿意去听伊啊。所以，非常非非常处天人，八万劫闻未着佛法，这就遭受大难啦！八万劫这么长的时间闻未着佛法。无闻佛法，就无得到的机缘，得到的缘中断了。你看这个偌可惜，所以该叫做八难之一。众生注定之心是无始劫来的积习。湿气太深太深了，伊珠珠连连就去现形。对于这个五欲六尘，其贪嗔痴慢，伊自然迄个心就会生，这无需要学呀，也无需要改。湿气太深了。因此，无量劫来无办法了生死，无办法脱离轮回。佛教人，你若想要了生脱死，也就是讲，又想要脱离六道轮回，必须爱八尘合格。尘是五欲六尘，爱甲五欲六尘相背，背就是离开。下去啊，将五欲六尘放下才会用的啊，无放下哪会用的？放下了后爱合格，格是什么？格是格性啊。爱甲诸性相应，假使八尘无觉啊，就到四空天去咯。纵然修行正果，也变作阿罗汉辟支佛入遍真涅槃去咯，伊无合格啊。阿罗汉辟支佛无觉啊。发心不济解脱三谛必中阿罗汉辟支佛只有解脱啦，发心不济拢无啊，这个所在教就是不济啊。咱念即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教，即句阿弥陀佛啦，反正中文的意思。是无量觉，咱虽然家己不觉，但是心加口啊相应，念念念无量觉，不知不觉就真正觉了，念觉就觉了，所以也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句佛号啊，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实在讲，是一切众生自性的名号，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定爱做到一切不足，一定爱做到不足，就是一切不执着，一切不执着，不是。一切法无爱咯，你讲一切法拢无爱，哎就错咯。你将佛的意思完全回错咯，是心内面无分别执着，事呢叫做前面讲咯，行住坐卧，穿衫食饭，迎宾送客啊，日常的工作，可见呢。无一项离开啊！
而且佫做甲佫较好，做甲佫较圆满，甲大家啊做一个好的榜样啊。但是心内面一丝毫的牵挂都拢无，有一丝毫的牵挂，也就错了。所以不着啊，毋是讲不行其事，事是大项拢爱做，佛教咱的方法嘛都爱依教修行，行之方便，以世还愿。凡所当为者，自应尽心竭力，不错因果。这句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错因果。如果无智慧，这世里真恶作教。这出世间，一切法拢不出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行，就是日常生活。包括咱一生全部的活动，凡是应当做的，要尽心尽力去做；无应当做的，绝对不用你做。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无应当的？这那无孤独的智慧，真难辨别。咱无能力辨别的时阵，上好依照佛的教训。佛的教训当中，咱一生会当以一两部经，就一生受用无尽。我特别甲同学介绍《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对现代人来讲非常适合。经文无长，也无算讲短，内面理事正常因果，会使讲面面拢讲着了。无论如何艰难困苦，绝不可起乐观之心。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有真侪人将生活甲修行看作两件代志，迄就错了。你修什么行？行就是生活行为，生活行为上有错误了，该修正过来，就叫修行。离开生活。咱伫日常生活当中，依据佛的教训去做，改正家己的错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做法、错误的讲法，时时刻刻想着经义。时时刻刻伫咧改进，逐工咧改，逐年咧改，这才是真修行啊！这才是真正用功啊！
当然湿气太深了，无死劫的湿气，你要介意，当然会感觉真痛苦。这系克服啊，比如头前甲你讲的啊，就啉了菠萝蜜。如果对事、对人、对物，那有厌烦、埋怨的这个念头起来，你不这菠萝蜜就无了。啉了菠萝蜜也无了，啉了甲不这无了，其他拢种拢无了。爱保持清净心，爱保持平定心，那就对了。无论如何，心境优良，绝不可尊孤公之相。有这个念头，那错了。头前是讲罗远。咱来啉料，爱啉，这所在心静幽凉，嘛都爱啉。为什么呢？如果不啉，心内就欢喜，完了清净心无了，清净心内面无忧也无喜，忧啊，将清净心破坏了，忧是放浪啊。欢喜也是放浪啊，清净心拢无咯。破落忧喜舍，拢总拢爱放下。夜境内面无忧，顺境内面无喜。你的心就清净了。顺境内面无乐受，逆境内面无苦受，你的身体就健康了。哎，怎样？苦啊！对身体有伤害，乐啊对身体同款是有伤害，所以啊，离开苦乐忧喜，身心健康啊。不幸失败，也绝不因为是烦恼忧愁，慨叹愤恨，特别加强这点。世间人上要紧的是爱了解人生宇宙的真相。换一句话讲，爱真正认识家己，甲家己的生活环境。有时你的心安，如你创清楚心就安了。心安你的以后啊，生在富贵，你就安心去享受富贵；生在贫贱啊，你也未怨天，未忧人，安无边间，心安咯。这人生是一个什么款代志呢？业力伫咧支配啊！你今生享福。
是你前世修的善业修较侪，享福内面后受罪，是你修善业内面也阁带着恶业，才有这果报嘛。这一生当中命真苦，真苦是过去修的不善业嘛，交感了一生的不如意啊，拢是业力伫咧支配啊。无别项呀，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无论咱现前生活环境怎样，不在乎，咱若想改善咱的生活环境，咱若要想改善咱的前途命运，有办法无？有，去做善业。不做恶业，就会盈利咯。这头前所讲的，爱明了因果啊，绝对不能违背因果，这就好了。必须出战做教，风铃达到书来变应，书告即亡，得物不着相应呢。这个时阵，咱用心，就那像一面镜共款，所以佛家大菩萨。咱常讲的法身大师、原初祖以上的这些菩萨，因用真心，真心叫做什么呢？叫大圆境地，来比如做大圆镜，伊用心像镜共款，代志来了照个清清楚楚，代志无落内面啊，清清气气。一点也未念污啊！不但是代志完了，伊心肝内无啊，恁注意想看嘛。正伫咧照的时阵，伊有啊无？伊嘛是无啊。哪里是代志走去了以后才无呢？迄是咱凡夫见得啊，迄是唔捌理啊，真正明理的人，正伫咧照的时阵都拢无啊，从来无念污过啊。迄、那个教是甚物？教就是像咱讲的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伊就有应啊，应就是教啊。正伫咧感应的时阵，心也阁是清净，也阁是无染污，也是个无动摇。这就是个无住生心，生心无住相应啊。无住生心，这个镜能用啊！生心无住，所以用的时阵，这个镜也是清净的啊。这是用真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但凡夫未向用真心，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无住啊，就是执着。诸位也知影，执着太苦太苦了。引来的是事事不如意，离开一切执着就事事如意。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事事无碍”，咱凡夫所谓的事事如意，无碍就如意咯。伊。以出世法来讲，就咪是讲这个世间法啦，也都是咱一般的生活内面要安怎去修行，要安怎用功，
伊出世发言，爱在无论修得如何久、如何好、如何完毕，伊绝不自私，绝不自满。如此乃能达到行无所思也。呀，这是讲，实在讲，这个出世法是讲一寡出家修道的人，这内面包括范围真宽，唔那是佛门内面的出家呀。其他宗教内面也有出家，在咱中国道教也是修行的，外国天主教也是出家啊。所以这内面包括是真宽真宽，无论修下多一个法门，修下搁较久。修学的功夫更加好。如果哪有自私自满，那是假啊，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伊无离开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讲，伊无离开思想啊。注意啊，知影。在家修行，头前一段讲，在家修行，在家修行，如果不自相，那是在家菩萨已经过了。出家修行，那是不自相，那是出家菩萨也经过了。地位完全是共款。绝对不是说出家菩萨会比在家菩萨高一等，无这款话。佛法是平等法，咱现在出家人吃这真大亏，就是误以为我一个出家就天人师，就比别人高一等啊，在家人看到我爱顶礼。爱恭敬供养，家己就蒙自尊大。在家人修好了，咱自罪了。一向上升，咱向下坠落，这亏吃真大了。咱一定爱知影，怎样是真修行，怎样是真用功。佛门内面，无定诸位听讲有一位上不轻菩萨，那是顶格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啦。伊看到任何众生拢顶礼，这是菩萨大慈大悲。做一模样给咱看，人顶个菩萨了，也真谦虚，对一切众生也是真恭敬。咱哪会当起傲慢之心嘛？哪会当自以为是啊？这是真值得咱警惕的。咱看到别人有这款情形呢，哎，回光返照，想看家己是不是有啊？如果有呢，马上爱改过来，一定爱做到心清净、心平定。无论家己受什么款的功行。拢是略无其事，这是平常的代志啊，无值得骄傲啊。
一个有骄傲，你也知影，骄是烦恼啊。贪嗔痴慢那是大烦恼啊，而且四大烦恼是大烦恼。这无修行也未生烦恼，愈修烦恼愈重，也果报几多位呢？我卖讲，你嘛知影。有什么值得大家尊敬呢？无我之理，这是道理。无我的道理呀、啊，无我之法，唯有佛典最精最详。东都陀都上大乘经论，深观圆观，理得深解圆解。无我的道理，法上的经论，讲了上界精细，上透彻，因为伊对思想讲，大家听有啊。圣宗的经论，对理上讲，那不是上根立地，就无容易悟入。圣宗对思想讲，和尚讲，一旦只有六十刹那。一刹那内面有九百生灭，什么生灭呢？业因果报的生灭，一旦止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咱旦止的速度大概一秒钟可以旦四摆。是乘六十，阁乘九百，一秒钟两下十万八千次的业因果报，这生灭。咱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就是这个业因果报生灭的连续性，不是真的。所以佛跟咱讲，就是经常讲，凡所上界是浮妄，一切法同体即空，了不可得。这是上宗对思想讲的，听有啊？如果你会当听明白咯，想看即个道理。才知影真正无我，不但无我，法也无咯。法嘛是一面生法，嘛是一个刹那九百业因果报相续的现象，就是款代志啊。哪有我啊？无我啊！无我，才能真正将我放下咯。我放下咯，是对根本放下，彻底放下。我拢下咯，哪来我所？我有六点也是我所，拢总放下咯。我都无咯，也有啥人去贪恋这我有六点呢？彻底放下，所以这款代志确确实实。世间啊，所有一切典籍内面无这个讲法的，只有佛法讲较详细，讲较明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象是佛家大菩萨亲眼所看到的。世间人为什么看不到呢？无这么深的定功啊！也就是讲，咱无讲定功，讲定功，大家都听了，佫袂晓咯。伊的心态无遐尼细，这听有啊。世间人粗心嘛，佛菩萨的心真细啊。世到极处咯，迄、那个极美色，伊都拢看到咯。你看，一刹那九百生灭的，这个现象啊，那不是极色心，哪看会出来呢？看出来咯，像咱咧看电影，咱看这银幕啊，银幕确确实实是一张一张影片底下咧放啊。咱粗心的人无看出来啊，看到那像是这个拢是真正代志底下咧活动啊。如果时间讲较来的人啊，伊来看，迄是一张一张的真像幻灯片，一张底下咧换。细心的人看会出来啊，粗心的人看袂出来啊。欲得众生粗心嘛。四性法界虽然心比较细啊，也是粗啊。法心大师的心就细咯，因将这个事实真相看出来咯，所以迄个我彻底放下咯，袂阁执着咯。真像这个道理方法，江居士伫即地建议咱。来多他大乘经论，然后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这个观是观念，你的观察就深了，你的观就圆了，你的想法、看法慢慢就圆了，就深了。安尼呢，你的深解、圆解。不但对于佛法，对于世间法，你嘛是会深解圆解。所以佛法通，世间法一切拢通。也即地古几部经典，亲像《圆觉经》《楞严经》《楞伽经》《地藏经》《净宗五经》，拢应加读。华严、法华，这大经啊，分量太大了，那未当尽读，迄他一种啊，若不能专读啊，迄他数品，就华严经未当专读，它其中的几品嘛是会用哩，甚至有读一品嘛用哩，个人真侪人啊，选择。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他一品都拢好。这是古初几部大乘经做一个例啊，但是一定爱加读，无加读啊，未当讲培养一个习气。哇，即句话讲，咱的旧的习气，伊无力量抗衡啊！临到输了，输临前了，伊就无路用了。佛的力量敌袂过业力啊，一定爱加读啊。所以讲一部经啊，念这个一万遍、两万遍，并无算讲真多啊。只会使讲有两万遍功夫者得力。无这么多的变数，你提什么来控行你的习气？为什么起心动念拢是烦恼，拢是妄想？那是习气啊！咱佛法的力量无够，就袂过习气，也是轮回心，也是做轮回业，这就不得了了。
今仔日就讲到这块。